好，我来示范呢如何喝这个 Mio。 然后呢我已经把它就是给倒开了，那我先就是加了一半的这个热水，然后呢把 Mio 的里面的粉全部倒进去。好，倒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搅拌。那因为呢它就是会比较热嘛，所以呢我再倒一点点的这个冷水，然后呢这样子呢就是喝起来就是温温的感觉，然后呢再进行搅拌之后呢就是可以喝了。喝了它之后啊，我们的这个胃呢会感觉到暖暖的。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好奇它的味道，对吧？我来跟你们说，它的味道呢是非常清香的，而且呢有少许的蛋白味，还有少许的大豆味，甜度呢是刚刚好，不甜也不腻，所以对我来说呢是超级超级超级的好喝的。因为呢，如果你有喝过钛饮品的人嘛，你们都知道纯钛的话呢，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浓的，然后呢加上还有蛋白的臭味，所以呢就是不怎么好喝，很难入口。那么 Mio 呢，他们是经过专业的调配师，还有经过专业的营养师，他们就是放弃用人造色素、人造香精，然后也放弃使用人造的调配料，他们呢是用精心调配做成的。他们的配方呢是非常非常非常独特的，所以呢做出来的这个味道呢就是深受大家好评。再来它呢就是可以泡水喝，它也可以直接干吃哦。你们呢就是把它剪开这个一小洞，我来示范怎么干吃，就像你们吃饼干或者是吃干粉一样，把它直接倒进我们的嘴巴就可以了。真的好像吃饼干了，而且呢它的那个味道超级的清香，很好吃，然后呢它溶解的速度也非常非常的快的，很棒。最后 Mio 呢它就是拥有马来西亚卫生部有关批文合格的原料安全检验分析报告，所以呢大家就是可以安心购买，放心的喝它哦。它里面呢就是一共有十小包，每一包呢都有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你们就是可以在你们家附近的中药店、西药店、有机店、养生店，或者你们可以登录他们的网站 www.mio.asia， 然后呢你们点开那个购买地点的连接，输入你们的地址，你们就可以找到你们附近的代售商啦。如果大家想要更加深入了解 Mio 的话呢，可以登录他的网站 www.mio.asia， 或者是可以浏览他的面子书 Mio 就可以了哦。 Mio 里买台全天然全营养的健康饮品，把健康带回家，把爱留在家。那我今天呢就介绍到这一边咯。